so high, I'm hypnotized.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又和陶杰先生连线。陶先生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啊，这个陶先生的节目啊，这么多思辨的光芒，文化的光芒，没有，还有一点是经常使用反讽。昨天有一个网友就说，这个和平陶杰先生在节目中间怒斥你啊，是大外宣啊，你还不赶紧招认呢 啊我让我和陶先生我说什么你忘了，那天我还问陶杰先生，你是中共党员吗？我们经常来一点反讽，但是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借力使力啊，要给我们戴上一个大外宣的帽子。哎呀，这个大外宣就是你和平自己的大外宣嘛，是不是啊？那你说我是不是共产党呀？我想入党啊，可没有人找我啊，对不对？我加入共产党作为一个健康力量啊，对不对？这行不行呢？是不是？对，可他不找我没办法。对啊，我们想当大外宣，解决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经济紧张，就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们出钱。不论是 AG 政府还是香港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就没人愿意伸上钱来。你这句话呢，你这句话呢，嗯，就很多人听上去就像反讽了。这嘴巴上越喊穷的人呢，这是你何种伟大的谦虚。你看，哎呀，而且好几个人说，你没看到陶先生讲话的时候那个神情，话中有话啊，没有，埋下革命的伏笔。哎，他们想多了，想多了。我们香港人头脑很简单的啊，哪里有这么多鬼心肠？我们香港人呢，如果有这种心肠啊，有这么多层次的思维啊，我们今天香港人不会搞成这个可怜巴巴的样子，是不是？哎呀，我们香港人搞不过你们大陆人的，对不对？你们北京这个西单一个计程车司机啊，这个思想都要比我们香港的一个大法官加林郑月娥要复杂啊，对不对？这你不要问我，你去问问大陆的同胞就知道啊，他看不起香港人，傻不拉几的。对不对？说林郑月娥搞了半天抬手说我不懂政治，那人家觉得很奇怪，你不懂政治还开巴士。对对对，哎呀，这没办法了。不过香港人习近平要选他，那有什么办法啊？他不懂政治，习主席懂就行了，对不对？习近平不是懂政治，习近平是搞政治。搞当然就懂了，懂得能搞，懂得才能搞啊！哎呀，以前呢，我到台湾媒体工作，那是90年代初期，台湾人觉得很奇怪，你们大陆什么叫搞革命啊？搞死人呐！对啊，这个搞，这个台湾的人里面不太用的，是不是？台湾人不能用搞，是吧？对啊，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整个大陆30年来这个语言体系它是那种什么那样的人呢？是那种李自成、张献忠，是那种牛二交大的那种语言系统，你知道吧？就说什么这个什么三姓家奴什么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什么这个说三道四这个指手画脚这种语言系统你如果读过《红楼梦》西游记你知道是那种这个阶级层次不是太高的这个猪八戒啦赵姨娘刘姥姥这么交大了，这种属于劳动人民阶层的语言所以呢，你这个稿这个东西这个稿子有点的不雅这个狗子在大陆的语言系统里头上天下地什么都可以搞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旁边
这个张大嫂啊，跟这个姓李的那个他妈对面那个卖、那个啊卖鸡的这个杀猪的啊这个老李啊搞上了。哎呀，但是你们讲的这个从搞两代一星，你看很崇高的事业，对啊，到一男一女啊啊发生非婚关系，这种搞上啊，这可以高可以低。但是您没有觉得这个女人的奥妙的之处的就是这个地方吗？天上娘蛋是搞娘蛋，地上娘蛋也是搞娘蛋，对。是啊，对啊，中文的这个意思啊，那真的是中国人很难理解。但是我碰到这个大陆人呐、啊，嘲讽香港人说普通话，哇，真是香港人太笨了。但是还有笨的人，就是我的新疆朋友，他说：“哎呀，你看我讲这个汉语讲得很差呀，抱歉抱歉啊，对不起。”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小时候啊，不要我们学汉语，要我们学维语。”他说你是一个维族人就应该把维语学好，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学维语，结果我们到了中学的时候统一政策变了，说不行不能讲维语了，你必须学汉语。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维语也讲的不标准，我的这个汉语也讲的不标准。我说你啊新疆人啊，你还知福吧，现在很多地方的人一开始就不准你讲民族语言，最近的内蒙古，我就内蒙古出事情我都有点不可理解，因为在我看起来内蒙古早就已经变成北京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已经完全汉化了。你说内蒙古出来一个人有几个人不是汉人的干部啊，刘仁三内蒙古出来的吧，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完全是个汉人嘛，早就内蒙古我很多朋友早就可是汉化了，为什么最近又把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呢就是因为女人的问题引起来的。女人嘛，哦，语言哦，最近我、啊，我看您刚才还在想女人，所以我一讲女人，你就听到女人。哎呀，因为你刚才说天上搞两蛋，床上也搞两蛋嘛，对不对？我这思维就卡在那，还没有回过神来啊，对不对？啊，你刚才一说什么蒙古什么，我就想起了，啊，这个胸也很大，这个蒙古女人叫斯琴高娃。啊，对不对？哎，对不对？他什么蒙古族嘛？哎，演很多这种好电影啊。这个汉也是演的汉人呢、啊，对不对？所以这蒙古汉化了、嗯。所以这个我就是这两天看的一些海外一些反动传媒，像这个 BBC 中文网啊什么《纽约时报啊》啊、嗯、才知道的。我希望不是真的，我希望是像王毅外长说这是 fake news。啊，但是我假设这不是 fake news， 如果是 true news 呢，我都搞不懂。据说是要进行这个从初中一开始这个语文改革，啊，把这个政治、历史跟语文呢取消，不准用这个蒙语了，要用汉语，所以引起啊这个为数不少是啊学生啊抗议啊，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罢课，啊。这个呢就是说还有这蒙古内蒙古学生说啊，我到死还是蒙古人，我们这香港人一听呢这个脸呢马上刷白，你这话不是公然搞蒙独吗？对不对？什么叫到死还是蒙古人？我就想到这个林郑月娥去报案啊，这个学生犯了这个触犯了港版国安法，应该由香港特区政府通缉，因为港版国安法我们这两个月前讨论过第38条啊，即使是香港境外的啊被发现有分裂国土的行为，香港特区政府有权通缉啊。如果这个内蒙的学生说我到死是蒙古人，那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中国人是蒙古人，这分裂国家。所以呢我这准备要向林郑月娥他作为一个香港国安委员会主席，我就向他报告啊，如果这些 fake news 是真的话呢，在逻辑上我们想不通，这个语文政策又不是今天，你不是今天第一天解放吧，是不是、啊、今天不是1949年、今天是2020年。2020年呢我们听说这个邓小平同志啊，这个1979年以后复出啊，搞了这个经济改革是非常光辉胜利的啊，改革的30年。
也不止了，40年。那如果是的话，那内蒙古的学校的这个语文教育政策应该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个三位领导人当政时间改革成果的一部分，是不是？如果他行之有效，好端端的你去碰他干什么呢？啊，你去改他做什么呢？你把这个政治、历史、语文这三科取消，这个蒙语教育取消，非得要汉语来教育，那岂不是说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内蒙古的这个中学的语文政策是错误的吗？是不是？对不对啊？你错误的才要改啊，不正确的你要改改什么呢？啊，所以呢，这个呢要有个说法，在什么地方啊？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以前是错了，为什么没有看见过从前在这个以这三个领导人管制期间内蒙古的这些学校闹事？他没有，这些学生啊上课很快乐很高兴，到今天就不高兴，因为呢今天你去改他，哈哈啊，这个是不是有利于所谓的民族团结呢？啊，这个是第二。第三啊，有人闹事就说有境外势力，外国势力要来勾结。我们都知道内蒙啊，这是个内陆的地方啊，不能翻墙的。如果这个内蒙的都能翻墙啊，那墙外的外国势力又怎么去勾结，去怎么颠覆呢？这要有点证据，是不是啊？是不是美国的这个中情局的特务啊，背个背囊啊，就跑到什么包头呼和浩特 啊去那放毒呢，去找这个老师学生之间串联呢？ 啊所以呢，这当中的这个逻辑啊，事实啊，啊逻辑啊，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太明白啊。所以呢，现在忽然搞成这个样子，我都觉得很奇怪。这样闹下去啊，会不会变成又变成一个新疆和西藏，又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啊？你看这一次网易也好啊，会闹成国际问题啊。好端端的，你已经在下面这个印度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无缘无故的，你这内蒙的人家这个中学课本啊，人家用了邓小平以来时代以来好好的用了30-40年。相安无事，谁下的命令去碰他呢？去动他呢？对不对？我不觉得这是习近平最近忽然想起来就问，哎，这个胡宁啊，这个内蒙古啊，这个中学啊，这个课本呢，到底现在用什么语文来教？给我调一本上来看看。我不相信他会主动想起这么小的事情。啊，一看，哎，不得了，怎么会用蒙语啊？给我改！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多半是内蒙的地方的一些官员又领会了不知道什么精神，啊，在那里呢把他给弄一把，是吧？像这个半夜鸡叫，啊，这个故事您都听过，半夜里哪里有个鸡叫呢？不就是个周扒皮这个地主啊？晚上啊，偷偷的就钻到这个鸡窝里啊，拿这个拐杖啊，往这个鸡窝里头啊就拨弄，把这个鸡啊叫醒，然后就叫了啊。半夜能鸡叫，这里头就有鬼，就有人捣的鬼，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也许这个是什么思想啊？这个就是伟大思想一部分，这个我搞不懂。民间有两个词来形容这种行为，一个词叫乱搞一个词叫瞎搞这就是和我们最开始讲的这都跟搞字有关搞字有关。语音的奥秘啊，这个以后我们再听陶先生慢慢讲，因为蒙古这个事情如果无休止下去我在蒙古的问题要请教陶先生的事情很多了。我不懂，胡锦涛主席说过三个字叫不折腾，
嗯啊，到底谁在内蒙古这个教育啊，这个语言上面折腾的无缘无故的，啊，这就有点奇怪。不是说不折腾，是不是？现在如果你认为，这个内蒙啊，搞这个蒙语教育就是蒙读，不然呢，不如啊，你就把这个河北、山西、陕西这三省啊版图扩大。干脆就把什么内蒙古自治区啊给取消，然后汉人大批啊移植，就算了，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我没去过啊，这个内蒙古我从来没去过，啊，我就从小我的这个印象就是看着这个小草原英雄小姐妹啊那个电影，一个叫龙华，一个叫玉荣，不是大风雪啊去救这个啊。就这个羊啊，公社的羊啊，那个时候觉得蒙古人小孩怎么会蒙读呢？啊，还有这个什么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啊，胡荣华这男高音啊唱的嘛，对不对？嗯，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啊，我这个什么什么啊，满心欢喜啊，就把战歌唱，对不对？啊，怎么会搞出这个蒙读，啊，这个我不懂，啊，所以呢啊，现在您不懂我也不懂啊，我们现在叫搞不懂啊，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讲蒙古了啊，我们讲到啊，请教您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欧洲和美国和欧洲都一些这种政治疯子。这种政治疯子啊，取你不是啊。不是啊，然后呢讲话很恶劣，别看他们讲的是啊，不是中国话，他们一样的粗俗。澳大利亚不是澳大利亚，讲错了，是捷克啊，布拉格有一个区长，这个人呢也被认为是一条疯狗，这条疯狗就咬上了蟑螂。这条疯狗是怎么样呢？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个堂堂的这个中国蟑螂啊外交部长，这个叫王毅，说他是没有教养的小丑，这个词听起来你简直是不能隐忍嘛，对不对？你说人家外长是小丑，人家你是个战狼，狼和丑还是两码事，对不对？狼我们还是知道有战狼精神嘛，你不能说小丑精神，对不对？还说没有教养，没有教养这个词是骂父母的，这个词是不能用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很生气。但是我们生气别人不行了，你一生气的话你等着不是帮中共吗？所以我们不敢生气。但是整治这条疯狗一骂，这个狗和狼之间啊，狼狗本着一家嘛，对不对？结果还他妈咬到一起来了。这个词你觉得没有教养的小丑来形容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呢，最近呢，我不能够说这个是过分还是恰当。但是最近整全世界这个外交啊，就兴起这种战狼的语言。捷克呢，从前是共产党国家，啊，这个本是同根生，啊，不过现在的这个弟呢，就离家出走而已，这个基因还是差不多的，啊，你这个捷克的什么这个布拉格这个区长用这么这个流氓语言呢，啊，去骂中国的外长，中国14亿人口是有理由生气的，但是。他这个影响啊，从哪里学来的呢？这最近中国的官方也说，美国相当于外交部长的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是政治病毒、人类公敌、三姓家奴，啊，所以呢，这种啊蝴蝶语言呢，思维的这种蝴蝶效应啊，可能就东西方啊之间是一种交流啊。啊，这个交流的话，你这么说，他这个布拉格区长啊，有也跳出来，啊，用这么甩直的语言呢，啊，就说出他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不是？啊，至于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你看的这个你听的这个布拉格的这个区长怎么说呢？那下面水就深了，这不管是这个泼妇骂街这两句啊。这几句话啊，什么没教养啊，什么这个那个了啊，啊，能够说明问题的，啊，问题是什么呢？最近5年呢，捷克跟中国啊，
搞在一起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啊。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这个不是说这个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被捕了吗？何志平呢，被捕以前呢，他是给香港的一家中资叫华信呢 啊去工作的嘛，是不是？那华信是个什么什么公司呢？他的董事长叶简明呢，啊，那个是也是这个香港人啊，是对不对？习近平总书记信任的一个骗子，是啊，不能说是骗子了啊。这个是你说的，不我不认识，哦、okay, okay, 我不认识。我打引号，啊、打引号。啊，这个，华信呢？啊，这个就是带着钱在捷克去买东西，啊，买了什么呢？这个2015年9月。华信以人民币大概也不贵1000万收购了啊这个布拉格的一支足球队。啊这个布拉格这个足球队叫斯拉维亚。斯拉维亚呢就在5年前就2010年呢就已经亏损了。欠了英国的老板呢一家叫国家体育投资公司啊大概人民币3000万。啊为了还债这个球会啊这个叫斯拉维亚球会啊就只有到处啊去找投资者。结果2015年啊华信啊就入股了。然后过了一年 ,2016 年呢、啊、也增加这个投资了变成收购股份 99.9% 了。啊因为呢 ,2015 年这个9月这个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会见的捷克的总统齐曼宣布希望两国加强能源科技方面的发展。啊然后呢这个华信呢、啊、就马上就收购这个球会。啊这个收购了球会以后啊那么然后啊这个捷克啊有一个前任的国防部长。啊，他的名字叫德沃吉，德沃吉呢在内部呢就牵线，啊，帮助这个华信收购了球会，然后呢，这个达沃吉啊就啊变成了叫捷克友好合作会议主席，捷克政府中国事务顾问，啊，还有一个叫捷克总统办公室特别代表，然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欧洲版的基辛格，啊，一年之内飞到中国访问共39次，那一年去2次，啊，他这个身份是捷克经济顾问，在这个前国防部长德沃吉啊，这个推荐之下，这个叶简明呢，据说就成了捷克总统，啊，这个叫齐曼的荣誉经济顾问。从此啊不得了了，这个华信呢、啊、就在这个布拉格收购一家叫 Media 的电视台，还有收购了这些啊一个啊两个酒店，布拉格的两个酒店，包括五星级的文华东方，还有收购了一个旅游网，还有收购了捷克一家航空公司，啊，所以呢这个一大并购啊，这个都是在现任的捷克总统呢。这个叫齐泽这个名下发生的啊，就等于呢就把这个半个捷克就把替国家给拿下来了啊，你看这个不但有球队，还有这个传媒，还有战略性的这个航空啊，还有这个酒店，如果用这个区块链，用这个大数据啊把它一连起来，那捷克人民呢、啊、这个民间里头啊有很多这种活动啊都在掌握之中的。这种事情呢一直进行了5年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西方国家像捷克它是民主制度，它这个总统会受到国会的监督的，国会里头有反对党的啊，看在眼里，就想想你这个捷克总统啊到底啊
啊，在当中啊，啊，这么热乎乎的啊，你当中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呢，这冰冻三尺，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啊，就说要访问台湾了。现在这一个不是他的原意，是他前一任，前一任就说要带代表团去台湾，结果呢被中国驻布拉格的这个大使传召，叫他悬崖勒马啊，玩火者必自焚啊，他据说还是要坚持，结果呢过两天呢就去世了，忽然就不知道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病死，现在这个就带着团还过去，照样去了台湾。所以这里头有一些深层次的啊，深层次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啊，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什么布拉格这个市长破口大骂，这个是前台比较有娱乐性的一小部分啊，底下涉及很多钱啦、啊、这个权力啦、啊、还有这种外交利益的交换啦、啊、这就说不清楚了。那么你整个欧盟呢被捷克这么开了一道口啊，而且还成为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橱窗啊，再加上最近这个病毒啊，川普连任啊，啊，就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金身白骨堆，就在这个时候发作、嗯、啊，所以这没办法、哎、天要下雨，这粮要嫁人，天时地利人和啊，都凑合在一起，结果就爆发。陶先生厉害啊，做这个节目还做了功课、哎、啊，做了功课。因为何志平委员啊，那么他是香港一个有名的人物啊，他的夫人也很有名，叫胡什么？胡慧中、啊、对，很有名啊。听说这个何志平已经回到香港了啊，回到脱险归来了啊。对，啊，在香港也买东西啊，在一个报纸上就写他狱中手记。啊，哦，什么什么报纸啊？纽约狱中手记，在香港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是东方日报还是苹果日报啊？总之不是苹果啊，啊，总之绝对不是苹果啊。所以这个硬话题话啊，硬话题话啊，这个不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当中有点蝴蝶效应啊？我们就不知道。嗯，但是我这个中共开始担心呢。九月份这个月开这个澳中峰会啊，好像气氛很不对头。如果没有王毅去访问欧洲啊，可能情况还好一点。一访问欧洲，现在人人喊打，以前是打顾家老鼠，现在是打战狼。你说这个怎么闹成这样呢？这，嗯，哎呀，好了，这个我不懂得怎么回答。啊，希望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嘛，啊，嗯，这个中欧双方还是要对话，不要对抗啊，要多交流，不要搞对立，对不对？嗯，啊，您最近调到这个台首办公室当外交部长了？没有，句句肺腑之言，啊，嗯，是不是？啊，那我现在要请教另外一个问题了。几个月以来，或者是有一年以来，您老是在批评这个小粉红。我记得您当时批评小粉红，你说你们别在街上闹啊，你这样闹的话，你以为美国人看不见啊？你以为挥舞那个五星红旗，美国人看不见啊？结果弄了半天，现在真变成这样了。现在政策还没有出来啊，但是呢，蓬佩奥已经放风了，你们这些留学生啊。我们正可能要酝酿一个政策，有人奉奉出来是要全部禁止，对我来讲我还没醒过来，我说不大可能嘛，怎么全部禁止呢？但是有一个大学啊，居然就这么干了，叫做北德州大学。这个大学有14个还是15个这个访问学者和公派留学生，这个学校居然给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我不知道你看了原文没有，我看了以后当场晕倒了，说你们不能应学校的这个啊，这个 email， 那这个没问题，但是此时此刻开始，你们不能到学校去逛，如果逛的话有人陪同，你们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离开。我觉得这个大学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因为最近这个庞贝奥说，啊，有可能去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啊这个
数目啊，并不是说要通通赶跑，要限制啊。但是美国之音说要潜捕啊，美国之音说是要潜捕赶走，我们都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潜捕赶走呢？潜捕赶走比较困难。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有多少？好像几十万，三十万，三十五万是吧？这三十五万里头呢，有一些留学生说，你不要赶我，我现在自己想走了。这个也不能一株高打一船人的，对不对？像何总你这样有富有经验的人，你到美国的大学去走走啊啊，就看看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第一，你看他身上穿的什么衣服。第二，他开口说话那个气派。第三啊，看看他有没有一辆法拉利停在这个停车场。第四，看他学的是搞的是什么学系啊，他学的是什么，如果是什么电子工程啊，区块链啊，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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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这个生物工程金融。金融管理啊，或什么火箭导弹啊，导弹啊，这个东西，不过这个东西好像都不收中国留学生，加在一起了就知道有背景了，啊，就知道可能这些人呢，这一批啊，下一批就在蓬佩奥的这个整治的对象。但是我也见过一些很感人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他们读的是有的是读的是文科啊。读的是什么英国文学啊，哲学啦，啊，法律啊，啊，一看这个样子不嚣张的，啊，我们这个江湖行走啊，一看这个眼神衣着，这个说话的那个风格，就能想到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这个父母到底是哪个阶层的人口啊？到底是高端、中等还是低端？啊，还是你自己啊，他这个父母啊好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也可能是教授或者是什么二线城市这个医院里头这个外科手术的医生啊，母亲也是医生，那么聘手抵足啊啊，就是啊给这个女儿啊啊就是啊储了很多的钱，然后送美国，千叮万嘱上了飞机就不要回来。找个老外嫁了啊，或者找个台湾留学生啊，什么这个啊，千万不要回来啊！然后就泪水汪汪的，就往他这个行李啊，就塞十个八个这种啊杯面啊，这种快速面啊，这种学生还是有的，十年寒窗是吧，逐笔偷光啊，但是呢，为数可能不是太多啊。那希望蓬佩奥如果要下毒手的时候啊，高抬贵手啊，不要一株搞打一船人，搞成像毛泽东当年反右一样啊，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这就不好啊。这个右派里头也是，像朱镕基先生当年也是右派啊，啊，结果不就整错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啊，如果就这么横扫千军呢、啊，就这么全都赶跑了，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啊，美国之音这么讲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嗯，啊，但是如果搞的这些敏感的学科啦，或者是美国认为啊，这个有千人计划的嫌疑啊，那肯定要动手的。啊，这也怪不得美国你自己暴露的嘛，什么2025啊，什么千人计划啦，什么国家情报法啦，啊。第七条啦，啊，这个中国公民在外面都有义务啊，去收集这个打听那个的。哎呀，这你自己呀、啊，啊，把家伙都端出来，啊哈。现在你说蓬佩奥，枪打出头鸟啊。那美国的大学呢，有很多也开成了学店，啊，这也难怪，啊，这个外因还是要靠内因起作用。很多美国学府在里头就腐败了，啊，包括这些名校，最近就揭发收的这些什么捐款啊，很多是不是？啊，这种美国左派这种大学里头的左派教授，政治政权理论一大堆，啊，自己政治审查就是要学费，啊，英国也是这样，加拿大好一点，啊，尤其是。
所以现在这个呀，早就应该整顿，整顿是应该的。嗯，啊，刚才您有一个词用得非常好，就是盘贝奥下毒手。你说这个人类的公敌，他不下毒手，那怎么会成为人类的公敌呢？您说是不是？盘贝奥一想，你们中国人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我怎的要服服你们中国人的想象嘛？但是他不但向刘先生下毒手，他现在向美国外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下打毒手，下到什么程度您知道吗？50人以上的会议，啊，中国外交官去参加，需要，啊，这个报告，这个国务院，啊，你到各个大学去也要报告。有人就说，哎，这个事情不是去年已经出过吗？怎么今年又来一次啊？不是的，去年是说了。你参加这些事情活动去学校，你先报备给我们。结果中国领事馆一看，老美嘛，老美不是讲话讲一讲嘛，就赶紧报备，赶紧报备，报备无所谓嘛，对不对？结果现在这一次蓬佩奥下毒手了，不是报备，要批准。这个你说中国外交官在美国还怎么搞外交啊？啊？我想这个啊。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川普跟中国呢、啊、外交呢最大的原则就是两个字，就是对等啊。那、嗯、你先要查查美国外交官现在能不能呢 啊不必申请啊，就自己一个人今天闯清华大学校园，明天就上北大啊，去找这些什么北大学生打听这个问那个，鬼头鬼脑的，美国外交官可以吗？我想不可以，是吧？啊，这个在1989年以前，这美国驻北京大使洛德那时候还会据我记忆所及，还那个时候比较宽松，80年代，洛德带着他洛德夫人呢、啊，常到北京大学啊，找着一些学生呢、学者呢搞沙龙，他到校园去串门。也请一些北京大学的清华的学者或者大学生到这个官邸啊，啊，这个喝茶啊，吃吃点心，那么然后讨论一下美国的文化啊，讨论一下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啊，现在应该没有了吧，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呢，这个美国弄这么一手啊，也是早有准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啊，这个中国觉得，你美国现在这样子是逼人太甚，那很容易就叫驻美国大使就跟美国政府反映一下啊，你撤销这种啊不讲道理的规定，我啊也可以让美国驻华的这个大使馆领事馆的人员自由进入驻北京大使馆的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武汉那个就叫武汉大学啊，成都的那个关的就算了，广州那个还有这个中山气呢，你让美国的外交官也进中国的校园，那么中国的外交官也可以进美国的校园啊，或者是在门口走啊什么这个那个，总之是对等。现在川普可讲的是对等啊，对等的话呢，就是我就想起啊，这个孔子说的，刚才说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学院如果他没关门呢、那个儒家精神的第一教条，也就是对等、平等待人啊。所以呢，现在我想，这个美国人搞的这么一手啊，是早有准备的，也不能够啊求全责备，不能破口大骂。但是这种外交搞下去，你还搞什么外交啊？这么的搞下去，你还弄这么的使领馆干什么？对吧？因为使领馆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指导控制留学生。现在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机构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啊，通过发钱呐、给他们送月饼呐、放一场电影呐，来控制这些留学生。啊，那么还一个呢，就是最近不是抓了一些这个，这个欺诈签证嘛，就是说你本身是一个遵校的人，然后呢，你说不是，你说是其他学校，你知道后来美国为什么很愤怒要关掉休斯顿总领馆吗？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就发现这些人呢跟使领馆每个月都保持联络。啊 ，FBI 调查他们的时候，使领馆就指导他们说，把那个文件给删掉啦，啊，不要这么说啊，不要那么说，就是使领馆成为啊操纵这些人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个是觉得美国人认为你违背了这个外交的原准则啊，你违背了这个职业原则。所以呢，这个来而不往非礼，是不是？啊，这个到底是谁先动手呢？谁也说不清楚。啊，我认为中国你现在不能够以国情呢、中国的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啦，这个作为借口。现在川普不吃这一套。你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得要说统一的有一个说法，不能够跟日本呢、跟英国要这个贷款呢、要这个捐助的时候，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啊，在这个 WTO 里头也说自己第三世界国家，啊，然后呢，这个外宣呢，对内啊，怎么，就是说是你赶过美国，不是有智囊说的吗？是不是？已经超过美国了，什么老二，老什么二，现在已经老大了，是不是？对，所以呢，早就变成老大了，你还当什么老二呀？哎，对，所以怎么第三世界国家呢？如果你是第三世界国家，怎么会惹得美国眼红呢？是不是？对，但是您讲到这个幕僚啊，这个我们就今天要讲到这个讨论一个题目叫幕僚。老是有些人，我们很多年以前啊写过一本书啊叫中南海幕僚，出过一本书。现在有人说幕僚这个词不行，幕僚这个词太低了，现在叫国师啊。最近一段时间，香港的报纸、海外的媒体啊就开始出现啊一批国师。有人说，哇，他怎么是国师里面啊？哎，他话都讲不清楚的啊，他就是一心想当官的啊，他就在一个学校里面这么当一个小爬虫，然后爬成什么什么啊，什么研究室副主任员就成为国师了，很多人就是愤愤不平。于是呢，这些愤愤不平的，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是因为没有当上国师，你当上国师以后啊，就是国师就变得很荣耀了。但是这个话没讲完几天，这个国师就变成了听床师。啊，听床师就是专门听那个中南海啊，那个床怎么响的啊？是床头响还是床尾响？是两边都响还是三边响、四边响？啊，这样的人呢，就是揣摩这个中南海的政策意向，然后就组织自己的政策经验。啊，以前有一个胡锦涛吧，他弄一个叫政治局学习会议，即使那个政治局学习会议表面是听专家的意见，即使那个专家意见是要审查很久。一定要审查出来，你要讲的东西是领导同志愿意听的。领导同志不愿意听，你不要跟领导同志上课。那现在最近啊，习近平啊听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意见，这些学者一个一个出来变成国师，结果没几天变成听床师，也有人更难听叫滚床师，讲的就是一个叫郑远宁的人啊。郑远宁的人，这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了不起啊！在普林斯顿大学能够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然后跑到新加坡，对吧？然后再跑到这个中国，现在就当上了国师。没想到出来了这么一个，啊，这个滚床师。您看了这个新闻吗？啊，看了看了，好玩。这种种啊，这好玩。这个种种这种名词呢，我看就是海外的一些文人相亲呢，自己当不上，眼红别人当得上啊，所以这个百般的诋毁。啊，中国的文人可能就是有这个毛病，文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当国师，啊，怎么弄？在香港弄一张什么知识分子报纸啊？啊，据说每天朱镕基总理一上班呢、啊，那张报纸的社论就搁在他办公桌上啊。哎，这个，啊，这说起来就身子就轻飘飘的，是不是？哎呀，这文现在中国文人呢，最不堪。说怪不得毛泽东看不起这个品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要做一个严正的声明啊，这个我绝对不会说这九位十位国师啊什么欺世盗名啊，吹牛拍马啊，这么弄上去个个都是有本事的，都是有真材实料的啊。至于有个别的国师当上了以后被揭发什么性侵犯啊，什么什么什么说女学生，哎呀，这个见木不见林，这是小事啊！江青到延安，
江青到延安听毛泽东的课、嗯、啊，听了老半天也不是被毛泽东给性侵犯了嘛，对不对？不然后来哪有什么文革旗手啊。所以我说这种啊，敌文人之间相互攻击啊，是非常恶毒的啊，这是第一。嗯，第二啊，这个国师呢跟皇帝呢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啊，这个皇帝既要不耻下问，但是他到底还是皇上，是不是、啊、这个呢你要得要逢不能够逢君之恶，也更不能披其逆鳞啊，披其逆鳞，这是大逆不道。所以能当国师啊，这个当中啊，这个分寸呢、啊、还是要紧着要拿捏的啊，要听清楚啊。因为呢其实皇上就是皇上啊，皇上是不需要国师的啊，这个幕僚就是幕僚。最近有人把这九个人十个人呢、啊、把它贴上，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位郑永年啊，他八九的时候是非常支持民运的啊，后来呢就也是什么归队于什么什么新权威主义啊啊，这个那个了，就风向变了，这个啊，这个天上啊刮的什么风，我在地上就穿什么衣服，是不是？不过呢这些国师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理论呢、啊、也非常的精辟啊，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学生呢 啊小小老百姓啊，我想请问一些国师啊，就这个名单上有的，像刚才这位郑永年说，他严正的指出美国的一个普世价值观是具有侵略性的啊，这个话就跟这个温家宝总理啊在临别的时候一番话呢说的是很有矛盾啊。温家宝曾经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普世价值观对记者说我们不能抗拒啊，也得要吸收西方的好的东西。第二，这个郑永年说啊，中国需要30年在经济上实现共产党加市场的混合体，但是他说政治上要实现30年时间实现这个一党加内部多元混合制，这种学术名称呢我就有点不懂，什么叫在政治上要成立这个要建成这个一党加内部多元混合呢？一党就是一党，定位一尊一锤定音，这个怎么一党里头还有多元的混合呢？这个多元呢、啊、这个对于一党呢、啊、本身呢这个哲学上，在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上就有矛盾的啊，一党就是一党，一党里头是不能有多元的啊。如果有多元，那就是要经过妄议中央这个阶段啊，你才能有多元。这个一多元呢、啊、就是妄议中央，再妄议下去继续当多元了，这个多元说不定就变成了反党集团。所以呢这是这些国师啊都要向这个他们的学生呢 啊多解释一下。还有一位国师也榜上有名，叫樊纲，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研究会的副会长。樊纲呢这2019年1月16号在一个叫经济杂志啊这个主办的这个论坛呢，这个叫智之一百，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说，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要往前走，一定不能停止甚至倒退，这是樊纲这国师说的啊。然后呢那天呢他也说，有效助力市场发展啊，这个呢他大力要支持这个市场经济，他说我们需要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发展民营经济，虽然改革很大的成功，但是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句话就很多国师啊，这老毛病啊，千里来龙到此结谢，虽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那请问
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层？什么深层次？哈、啊、哈，什么深层次？还有什么问题？这国师说到这儿，啊，就不说下去了啊。这个深层次问题，我们在外在香港，以我们有限的水平来认识，不就是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吗？不就是这种一党专政呢、啊、缺乏监督的问题吗？不就是这种新闻呢、啊？啊，变成了喉舌工具的问题、啊、是不是、啊、这个国师呢说到这、啊、敏感了，不能再说了、啊、如果这种国师能够在北京中南海能够畅所欲言、啊、这个说话不要这么吞吞吐吐、啊、尤其是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要往前走，一步不能停，甚至不能倒退，这个是梵刚这个国师说的、啊、那么我想请问现在的这个局面是往前走呢，还是停止呢，还是倒退呢？如果是倒退的话，这些国师是不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专业责任来予以阻止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国师啊，这个里头也很复杂的，像这个梵刚啊，这位这个学者啊，我觉得这个、啊、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像有一位叫江小娟啊，他给这个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啊，他说他这个有一点呢 说过去40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跟随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是我们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渠道啊，这个就没问题了啊。但是呢啊，然后他就说出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啊，提出了这么一点叫数字时代治理的新要求，传统经济社会的治理和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治理有很大的不同，今后数字和智能的这个治理啊这个水平一提高啊，不就是数字货币啊，健康码啦、啊，啊，还有这种天眼啦、啊，这种社会信托的这个个人的系统啦、啊，啊，然后你这个行为啊、语言啦、啊，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啊，你这个社会档案的这个系统里头就扣分啦、啊，这是不是江小娟所提出的这个数字时代的治理要求呢？啊，这种主意是好是坏的？啊，我就不懂了。啊，或者呢要有一些具体啊的一些这个说明呢。但是说的这些学者呢也都有一个共有的特色。这个说话这个语言都非常有一点的抽象，角度非常的宏大啊，全是大大大大战略，大大战略，大时代，大格局啊。但是这些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的政策的时候，到底是对这个社会对人呢是有利还是有害啊？他们就不说了。因为你说这个啊，要提高数字时代治理的要求啊，要提高这个数字时代治理 啊这个水平呢，如果下面有人给他干砸了，就说下面的执行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原意，是吧？啊，所以这怎么说呢？啊，这个中国这个学者啊，或者文人呢、啊，都是有一点的这种忧患精神，啊，都是想当国师。这个九个还是十个呢？现在第一批，啊，都是胸前戴个大红花，啊，然后这个乡亲父老啊，喂，这个打鼓敲锣啊，光宗耀祖啊，对不对？这个中国帝皇时代，这个能够当上翰林院，南书房行走啊，这个有清一代就有几位国师啊，一个叫杜寿田，一个叫曹振荣啊，一个叫李鸿藻啊，还有后来翁同龢。这里头一位叫曹振，他有一句名言，人家说你到北京来去当国师，请问有什么心得啊？当了这么多年，曹振荣怎么说呢？哎，这一句话很经典啊，但
少说话，多磕头矣。就是说，少说话，多磕头，这就是你国事的责任。这是曹振勇的名言。您这句话是不是要我们转告送给这个这些国师们呢？哎呀，我哪有资格呢？对不对？这些国师水平很高，也不需要我这种我这种人的提点，是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生存的办法，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对他们都很有信心，没问题。中国文人个个都想当这个国师。有一个文人叫陶杰，不当国师，但是指顶国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我这种哪里这种哪什么水平呢？是不是什么？你不看看留言啊？这留言呢？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粉红啊还是什么？说你他妈陶杰有什么水平呢？不就是奴才一个什么殖民地啊，什么什么舔英国人屁眼啊，什么这个那个都。我很知道自己的位置，对不对？每一个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从李克强总理到我陶杰都是一样的。哎呀，陶杰先生，当骂你的人越来越多，多到一等什么程度？您就是达到了最高峰呢？川普就当上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就是美国。骂被骂的最多的人，是是，对对吧？所以您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啊！挨骂就是您的福分。谢谢您的鼓励，谢谢何谢谢何总的鼓励啊！谢谢陶杰先生啊！谢谢谢谢，今天又一次受教啊！谢谢谢谢希望您有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周末啊！谢谢谢谢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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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